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想拿我的血干什么了吗？血？什么血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三番五次的接近我，不是替我伤口吸血，就是搞什么结拜，不都是冲着我的血来的吗？哦，原来你脖子上的伤口是小葫芦弄的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所以那天那碗血是李不归的？那你怎么跟我说是蛇血呢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那其实你们俩早就……哦，是不是环彩阁那次？我就说你怎么对这姑娘这么好脾气呢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么气。小葫芦，你如果再不说，我就把这碗血给倒掉。啊，等等，这碗血可不能倒。为何呀？为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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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呀，大哥，别舞刀弄枪的，听我说嘛，这个呢是来自塞外的秘术，我因为身体太虚弱，必须得喝阳刚男人的血，才能拯救我这弱小的身体。但是，这个结拜，我是真心的。虚弱？可我看你可是生龙活虎的呀。那都是装的。实际上，我已经病入膏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，就是我的生命之花。因为我太虚弱，所以手臂上才会出现这朵花。如果这朵花一旦消失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所以白头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把血给我喝了吧，喝完就好了。好啊，那你当着我的面把它给喝完。谢谢大哥。老哥，我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休养身体了。我看这个丫头可能确实是有苦衷，要不然我跟过去看看吧。不用了，她已经吃下了清福血珠，现在我可以随时知道她的行踪了。怎么了，女侠？哎，女侠，找什么呢？不，憋死我了，太憋死了。拿到了。不过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咽下去了。这拿是拿到了，但是李不归已经起疑。之后要是想要拿到他的眼泪，可就更难了。但其实现在啊，只要能找到李不归的软肋啊，拿到眼泪就是早晚的事儿了。你不是和那个沈姑娘挺熟的吗？那个，其实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叫你那位普通朋友过来帮帮忙呀？帮什么忙呀？大人，属下已找到孟幽的住址，就在广平府城隍庙。怪不得他能找到我，原来是有城隍在帮他。区区一个地方灵官，不用害怕。我担心他会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蚊虫，只要碍眼他就得死。既然他们已到了青川，那么接下来可就由不得他了。您老不是立了军功今非昔比了吗？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月月，今天呢咱们不谈儿女私情，我是有个正事想要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李不归他最伤心的是什么事儿啊？
知道。一个问题，100两银子。大姐啊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拿钱办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。余霞，把钱拿给我。啊，我哪有钱呀？感情我自掏腰包是吧？行，来，功德箱的钱随便拿。谢莲，你真不要脸！这城隍老爷的钱你也敢动？谢莲。小月，别激动，你听。你的，你对他也别太狠心了。雨霞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俩现在就像葫芦藤上接南瓜，没可能了，还不如让他趁早死了心，好让他开始新的生活。真没想到，这汤没让李不归喝上，倒先给沈卓月熬上了。哎，雨霞，你控制好量，就让他忘记今天的事就行了。啊，这要怎么控制啊？你们凌渊来的，肯定有办法。
停！什么？我也不。杀你的，快跑！那你怎么办？他们看不见我的，没事儿。快，糟了，少主也还在里面，快去给他松绑。